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Dan. 女团 IVE 成员 蔷薇宁的亲姐姐即将要出道的消息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。蔷薇宁的亲姐姐蔷大最近作为模特拍摄了广告，而跟妹妹不同的是，姐姐将以演员身份出道。今天根据多家媒体报道，蔷大最近签约的经纪公司就是妹妹蔷薇宁所在的 Stash 娱乐旗下的演员厂牌天空白Stash，该经纪公司旗下的艺人有松森恩、宇元泽、Guara等演员。而今年23岁的蔷大长相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开过，只是有高中时期的这张照片公开过。一般人的毕业照能长这样吗？根本就是艺人长相。早就听说过我娘长得很漂亮了，终于成为艺人了，恭喜恭喜。蔷薇宁刚开始活动的时候，周围的人都说姐姐不出道吗？结果终于，新传怎么这么幸运呢？留言一半说长得像，留言一半说长得不像，可。所以大家觉得蔷薇宁跟姐姐长得像吗？希望两姐妹都能继续走花路。 下个消息是4月5号，根据 YG 娱乐发表，男团 TREASURE 在日本推出的首张单曲专辑的主打歌 Here I Stand 在当地最大的音乐网站 Live Music Song Top 周榜拿下了一位。而这首歌早在1月份 TREASURE 作为活动新公开的 show 版本，也曾在 Live Music 周榜上获得了第一名。再加上正式发售的音乐不仅占据了实时日榜第一名，还占据了周榜的一位。此外，这次的新专辑不只是音乐，专辑的销售量也突破了24万张，刷新了自身最高纪录。 他们舞台表演真的很棒，疫情结束后成长速度非常猛。这里的主唱声音很好，歌唱成员们都很棒，音色也很多样，随便听个收录曲就能知道的。希望也能在北美等其他地方开演唱会。他们只要持续进行活动的话，一定会有大量粉丝们融入的。所以 TREASURE 大发吧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旁滩酸男前后制作的 BT 系列卡通角色梦终于脱下头套的消息。之前前后在一个节目中说过，在当兵之前想要给粉丝们多一点的快乐，就企划了公开长相的梦，结果梦真的脱下头套了。 啊，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，爸爸，一直期待着会长什么样，在等他拿下头道，竟然出现了一个超可爱的松鼠，爱心嘴，太可爱了，卡通角色也很可爱，前后的心地也很善良。